手语名字像我是牛轩文，大多是一个动作来代表。不过也有聋人的手语名字比较长，像林国华。以前在启聪学校的时候，就叫做额头伤疤男林国，是脸部的特征加上名字的前两个字，相当特别。大家都叫我林国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手语名字是额头伤疤男加上林国，聋人都习惯叫我林国，是取自我的名字林国华前两个字。其实一开始是老师叫我额头伤疤男，因为有人丢石头敲到我，以前有女生丢石头到我头上肿起来，老师有印象，就这样叫我。后来有聋人叫我伤疤男加上林国，都这样叫我，就是后面再加上我的名字林国华，华没有笔。到现在有人叫我腰娇，还有瘦子，因为我瘦，还有人看我走路有点腰娇，就这样叫我，有点取笑我。